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逆鳞套的一个大唐，这把碰到的对战方的话是这个阿轩的一个方寸山啊。这把比赛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，这个逆鳞套啊，主打的就是一手心狠手辣，碰到的一个阿轩啊。观战方被对战方封中啊，对战方拉了一只孩子，对战方的一个孩子是龙宫孩子，感觉观战方打对战方的话有点困难啊。观战方这个大唐的一个硬件并不是说特别的牛掰啊。之前的话都是杀人凌刃啊，凌刃力劈，现在成了一个孩子。观战方出一手顺法秒出去，伤害的话并不是特别高，观战方的一个硬件有点小拉拉啊。观战方的一个后排被拍飞，再来一手数学推接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有点猛呀。观战方横扫连破，对战方的一个龙宫孩子疯狂秒，但是伤害的话并不是特别可观。对战方给孩子上了一手这个分光，观战方出一手配速啊。对战方龙宫孩子秒过来，观战方的一个宝宝直接神用，对战方再次顶分光，对战方把所有的宝宝都给上了分光啊！观战方必须赶紧清掉几只宝宝呀！先来一手破血，宝宝跟一手可以。对战方再拿顺法。观战方起一手安神诀，防止对面的一手虚弥。像这种虚弥的话，其实哦，对战方还有孩子，如果单纯用来防虚弥的话，意义不是很大。对战方两只法术的话起了的话，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观战方继续拖。之前看观战方的一个比赛，感觉打得挺菜的哈。这把碰上了阿轩，观战方还认真起来了，安神拳也给顶上了。哎呦，对战方这个孩子，我靠，有点猛呀！观战方来一手后发。观战方这只配速的一个宝宝暴走再虐，没啥牌面后发哈。对战方的一个龙骨孩子直接秒开了，观战方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去清掉哈。观战方再次被对战方给催眠催动，对战方将虚弥，将这个虚弥换掉，直接选择拉一手这个一致的一个谛听。这个谛听的话有这个有大眼睛吗？战敌给上啊。
关照万象走起，大火三千三，这个地厅应该是没有。